段时间来立下的 flag， 我们是不是要稍微解决一下？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每个人都有。啊？还有这么回事？然后我们要今天要通过一个游戏来平掉这个 flag。更没看在说啥，就是看到没事，完了就走了。刚刚干过什么？我说大家把气都给我吧，我给大家承担这些气氛，让你们一时间都来，真的爽吗？就是吗？管你看没看懂，就完了。哎呀，儿子对，我不可。哎，这两个，加油！张哥已经破，坐在上面了。对，什么东西啊？张哥已经有点冲动了啊。他要请你们吃东西。加油啊，看你了啊，来吧，我看到谁站在上头，没有危险，牛排，本来说的，他说是我，是澳洲大龙虾，来吧，你让让我嘛，只要是开杠，我有，我非常，我错了，和平，完了，我脖子扭了，没事，我帮你正回去，来，三二一，这么强吗？刚才是大师啊，你让我赢，我请你吃饭，真的吗？那我们。层面不是一样的。吃多少钱？小贺，刚才答应你。声东击西的。这人好那个呀。你好那个那个。那真的，我都没手坏吧？没手坏吧？我都还在那个，你就在那个。这个人真那个。我发现这种玩游戏的诀窍就是不能太认真。我本来想那个的，太认真。他居然信那个了，他居然信那个了。我本来不想对他那个。哎，你的那是拖鞋的。哦，我干了，这是我的战略。真大拖鞋啊！我是干了。放 VIP 吗？我 VIP。洗浴中心的。哎，怎么是他呀？啊，我那我好占便宜哦。来吧，准备。三，你上了。没有，是你。开车，你还摆那儿？你觉得你赢得光彩吗？你对我你都这样赢，太有光彩了！整个，整个把这摆我摆上六面体。刚刚唱了音乐剧，什么玩意儿啊？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哎呦，两万，这么猛的吗？啊，今天呀，张哥腰子都扭起来了，真好。刚刚要做的一如既往的好，这不是废手大赛呀，兄弟！我手好不错，张哥的腰，我真的。Something in my heart. Whenever you need. 金牙床，三二一，铁牙 ，Action！ 你是不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啊？马哥能赢，我跟马哥。何家鑫。我左手一式太极拳，右手一剑刺身前，早退这招叫清玄。我实在没办法评价马哥的打法。金刚，快原子吐信！来，然后你要给我从这算了。不傻呀，就是一个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版的有一个是那个，咱们就输了吗？数据那个王子沙子，快快快，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不是你这个，我俩这，我们俩还在讨论哥斯拉大战金刚呢。你得把战利品都放他那儿了。可以。不是，你已经输了，怎么还有战利品呢？啊，那不应该，马哥赢得好啊！马哥，我这儿就五面了，来吧，哎，所以第六块就是捡漏的，对，你要相信捡漏的。三二一，开始。来吧，你们最近学的怎么样？我学的挺好，可以啊，我好久没锻炼了。大家都决定先离婚，我也好久没锻炼了。哎，好久没锻炼了，跟他在这儿天天锻炼的人见过吗？什么？马哥把你弄晕了！马哥，马哥，马哥，怎么办呀？马哥怎么办呀？马哥不可能赢这把。这把要是马哥还赢，他都郑州的饭了，什么都想敢吃。马哥赢，他请你吃郑州的饭。郑州的饭，你每天的生活费我都给了。不，每天的不是啊，这是在变相的当。那快让他赢啊！你说什么话呢？马哥的攻势好迅捷啊！我发现马哥身上的皮肤结派，他是借力还力。好的，你抢了一抢，没事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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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这种时候手被束缚住了，只能用牙，用阻拦的那一招。什么招？走吗？走吗？这是画面有点奇怪。奇怪了，快现身，快现身！就这吗？断了，断了，还没发上来。好恐怖！哇！换个吧，我给他换一个吧，这绝对黑了，绝对黑了，这大赢家，马哥都赢了，马哥是亲戚，不好意思啊，马哥都赢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操作属实没想到，哇，棍儿都折了，棍儿都折了，还没下，可是遇到我就输了，我知道为什么大家打不过马哥了，因为马哥不是地球人，不是，他是快乐星球的，快乐星球的。太烦太烦，是有人气啊，对呀、啊、因为这个比赛不公平，你们拿快乐星球的人来跟地球人打，拿了一个没小修，要不然真的上了两节拳击课，不一样了，真的、啊、真的上拳击课还没勾拳，我告诉你，他今天一来就跟我炫耀说你打拳要怎么他也有身体反应，我想起来了，他也
一个游戏里面我可以三次那个什么第二个我们被安利了我们被安利了对呀我认了从过去到了现在我当然就用一次机会，我第二批，我跟他，那明天他第二批就相当于用了几批了。对。我没有我自己要第一批，是啊，另外一个。真的，我觉得拉口的哥们都太辛苦了。那我要第二批。对。那你帮我们自个儿作业。不会要替我们分担。哎呀，我第一批，我第一批真的。光合作用太难了。哎呀，那个政治啊，我第一批太难了。易少轩跟我一批，或者跟我一批。我们要早点起来晨跑。好，好，好，要不然真厉害。还好我不用骑车，这个来吧，你也来。我是啥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吃锅盖。我就饿死我也不吃。那就是拿着不吃呗，就这样不吃就不吃。这你得给他拍个纪录片。对啊，你要记住我这一年我不吃东西。不吃不吃，这还能叫纪录片？你这个叫走进科学，跟纪录片没一点关系。个人传奇，我有看过一个印度一个老师，明天他那个生物课里面，其实他很多自己研究的人体极限。我们高考要考了，你也是学过啊？你也是学过啊？羊虾，他说虾子，虾子的，虾子是。虾龙虾虾子龙虾 OK 要不然赢了要不然这场后来我也赢了要不然获得一个称号 TF Lag 王那所以他们就得去完成他们的 flag 我就行啊为什么因为我赢了呀啊对觉得这种体验感还是很好的人生那我吃桌子吗我记得我的 flag 我立的好少我记得是好少我 flash 是拍到而已拍到的记录下来的东西啊是我不吃饭我演好想我今天都是我吃我都不吃我就明天不吃晚饭、我吃了的话我又请大家吃大家想吃的东西好这样吧你晚饭不吃我们请你吃夜宵可以、我觉得可以他说这个时间应该叫夜宵不叫六点多吃夜宵的来吧拖鞋拿拖鞋是哪种的橡胶的还是那种酒店拖鞋这儿那不你真是假设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别我们把鞋的后跟踩下去他鞋这是我真有舒服真有拖鞋我这是为了他的我是生命安全没有拖鞋有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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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帮他们哎太努力了朋友们等一下什么时候变得我们私下吃吧私下吃你有三个 you have three choice 就我房间也有这个小猪佩奇到我不想灭了他们一家三口这是我的爸爸所以你选择他怎么吃啊真要吃啊算了三双太真吃三双现在太多不是我一般吃锅贴我都得蘸那个这样怎么叫或者龙虾吃你知道吗啊来龙虾点龙虾如果你不能点龙虾我是吃不了的点啊点哎这儿只有龙虾可以我是肉吃你们这然后过你了然后过你了哎呀张哥说他想了亚轩亚轩是因为你输了来吧上爽肤水水哪儿啊也可以爽肤只要是那张皮肤爽它都叫爽肤水张哥完美的解释是爽肤水啊这叫爽肤水啊你我爽一个太爽了你得有爽应该猜他为什么是爽肤水我不想那么牛超肉干了哎，这小猪干，现在皮肤感觉怎么样？爽死了！OK， 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类型的东西，然后就请大家吃一顿。哇哦，吃饭！啊，不是，刚刚是真吃哦，不是平常吃，真的得请我们吃饭哦，真的得。这个不像他们吃货，如果你不请的话，就把钱发出。我跟你说啊，抢红包，回去请，要回去请，高考完。好，高考完请大家吃一顿，好不好？好。耽误学习时间。对大家都不好看啊不要连夜回去赶回去去了
没关系的，整个吃也不用也不用，吃大龙虾就好了。哪个机票都定了，不能让。不是我们明天能不能不要餐标酒？全部要那个。我们有餐标不能浪费。不是你们不是当时我记得是拍那个黄西子的时候记得捅的那一个。你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时我全猜出来了，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就说你猜出来了，这都猜出来了，我知道吗？猜出来了，是真知道还是有资源？没有，是不是透明了？一个又见，哎，我对工作人员的了解是这样的。马哥 flag 就是摸一摸我的肌肉，厉害，反正我当时就猜对一个吧。我天哪！好，那我们就高中来收到那个。说着一个突然就移出来来进行这个拿着精美的东西首先要把手擦来来来来来来来擦擦擦爽肤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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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先选了哈哇、wow、我们一人哎三个三个好先这样好可以可以第一个啊 M303 桃红月 M136马哥准备生气哇！哎呦，马哥什么那好重，他的马哥烫红的，都用一半了呀。这个唇膜吗？唇膜可以保护唇是吧？你抹唇膜，你看你可以把抹鼻子。马哥可以给我抹吗？抹一点，抹的均匀啊。马哥给我也抹一点吗？马哥，你可以给我抹吗？快你帮我行吧，哎呀，睡觉的时候，确实睡觉的时候，哎，我之前睡觉的时候，挺确实的，最近嘴皮好。对哦突然觉得很沉重一点，真的、啊。我开始第二口，然后
后又干嘛？截图上去，不用洗，不用擦，要擦一下。要唯美，唯美擦的还有什么？别人都是这样的。有点不专业了啊！哇，第一次哇，吃。哦哦，那卸妆的，哇，这么巧，卸妆。那洗面奶呢？我卸口红，洗面奶可以洗嘴啊。真的吗？那后面他们要干嘛？他们要试口红。那刚才试的是212啊，刚才试的是212啊，各位啊。接下来这个宝贝呢是，是 M136，已经入戏了啊，宝贝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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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大家试一下啊，给大家试一下啊，看到了，我买一个啊，好，有学到有学到，哎呀，感谢丁哥，这个我真是特别的佩服啊，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第二个啊，哇，丁哥太厉害了，211这一款非常有气质的一款设计啊，这款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设计。它一按像锁一样打开了啊！这一款啊，手工啊，要特别。为什么会莫名的声波乐啊？好，这一款呢，这款是啥？我们需要在后面做些什么？就是抹红音啊，抹红音，会让人看得特别青春活力，特别青春活力啊！啊，这一款就是看起来稍微比刚刚那款红一点点，看起来更有气色。宝贝们，这显得好那种。啊，最后一个啊，鲜艳啊，这薄牙。伯牙啊，伯牙，这我当时看过的那个，看着啊，来，我给大家现在手上试一下啊。哇哦，好亮，哇哦，它比较细，就是试一下，张哥试试，涂上特别效果，你好适合穿一身黑的，就是不是要我的姐姐吗？穿一身黑的姐姐，然后涂一个这个，真的吗？这里没有姐姐，要纹要纹，要纹，作为哥哥，作为咱们的弟弟。哎呦，好性感！哇，好性感！哇，哎，不错不错，不仅医生喝的非常好，他也是医生喝的给。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款产品的价值啊，医生黑市场前景，哎，前途无量，哎，前途无量。好，接下来，好，我试完了，好，试完了，好，那跟我说，你在喝什么啊？M302奏红，说。怎么样？说，请用三个词语来评价一下它。哇，我的牙齿完美啊！惊艳啊！第二个，最后一个，那肯定是花西子无敌倾国倾城。说的确实没错。好，这个 flag 完成了。对，完成了啊！完成了，耶！